咁 Eleven Skies 係由新世界發展旗下嘅 K11 負責營運嘅，投資額咧係200億港元，將會係全港最大型嘅一站式零售、餐飲、娛樂嘅商業區。咁2022至2025年咧係分階段咁去開幕嘅。三棟甲級寫字樓咧將會率先喺今年嘅7月入伙。咁秉承著咧新世界創新啊嘅 DNA 咧 ，Eleven Skies 咧將會有唔少香港第一嘅項目，包括咧全球最長室內外賽車跑道 Skytrack、大中華首個 Kidzania、全港首個飛行影院，以及全港最大零售、餐飲同室內遊樂空間，對我哋吸引大灣區8600萬。的人口的市場，特別是粵西城市的商人和旅客，可謂佔盡地理的優勢。較早前我們在內地做了大型的市場調查，調查結果是相當之正面的，76% 大灣區受訪者說有興趣來香港，當中95% 是說想來看一看 Eleven Skies 的，亦都有唔少咧，更話咧會因此咧喺香港咧留多最多啊，最至少一兩日嘅。咁粵西城市中嘅珠海啦、中山啦、佛山啦同埋江門嘅旅客咧，佢哋咧取道港珠澳大橋咧嚟機場咧會特別方便嘅。咁 Eleven Skies 咧對依個城市嘅旅客咧將有好大嘅吸引力。我相信 Eleven Skies 會成為大灣區旅客來港的第一站，成為香港經貿對準大灣區的橋頭堡。